大家好，我今天给大家，分享一下最近我2天来，在二手店买到的东西。第一件呢，这个茶杯很漂亮，这是英国出的，而且这个也比较老，但是。很可惜，但是这种杯一般还是用来装饰的，因为它里头都已经是，这都手工画了很多的花，所以颜色也很深。很可惜的是，只有一个杯，我花了1加元买的，没有底盘。没有底盘的话，这本来如果有底盘的话，一套可以一个杯一个盘儿。可以卖到70、80加元，但没有盘儿的话，这个估计，30加元，呀，差不多20、30加元，但是还是很漂亮，这一件呢是个银的，这一件呢，他们可能认为是。就是一般的中国出的，不就像是不锈钢，因为里头有两个中文，这两个中文呢，但是我一看这两个是中文是，它写的是，看到了，纹银，那意思这个是银的，所以，这个还很重，花了2个加元。这边这个呢是。珊瑚的，我看这个颜色呢，因为我对珊瑚我也不了解，所以我看着这个颜色很漂亮，而且它那个就说是很大，这一块很大，我呢就把它买回来呢，我这个花了10块钱，10个加元，买回来呢，我说我觉得挺脏，我说是。水洗洗吧，我放水里一洗，发现它掉颜色。掉颜色呢？它掉颜色呢？后来我查了一下，就说是很多的珊瑚，它是珊瑚，也是珊瑚，但是它都是染色的，就是染的可能原来没有这么好看的颜色，最后它把它染到了。染的这很漂亮，而且这个珊瑚还很大的一粒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漂亮，然后看这个呢，这是一个项链，这个项链呢，项链它只标了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有15克，这是银的。它可能是因为这个标的925很小，可能他没有看到，以为是就说是一般的那种金属的，2块2个加元。今天呢，这个是，领带夹，这是一对儿。这领带夹，这个呢是，他们喜欢有些人的那个讲究一点的，衬衣袖呢，它不是说是我们要直接扣，有扣子扣上的，它是两边都有洞，就是有扣眼儿，但它是用这个呢来套上的，这是银的。我2块9毛9一个，我有一个减价券，所以，用了减价券之后呢，加上税一共是4块5毛钱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